Hello， 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车神奇遇记》。这一期呢，我请到了我的几位好朋友们，欢迎各位，欢迎。谢谢。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梁生。哎呀，感谢我们陈奶奶第一次来就好吃好喝招待。不是第一次。但是各位牌面给到了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明啊，就不多说了，是吗？嗯，公子。Hello， 大家好，我是韩东啊，感谢陈奶奶邀请我们来，能吃这么好多好好吃的东西，真的。辛苦加班一下，好吧？加班没关系，就赶紧吃吧。对，在吃之前啊，先和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各位邀请过来，也是想和大家一起聊一下我们这一届的秋学，希望能够得到各位的一些看法和想法。那嗯，看到没有？这个压力有点大，说实话。对，相信这一次总决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压力也会是非常的大啊。那咱们边吃边聊。说话了吗？赶紧吃。哎呀呀呀！你看，这是给你来吧，来吧，来。总决赛上我们看过最多的赢的一方一定是气势更足的那一方，我觉得东方这名选手真的是一个大牌的选手。东方身上有一个很值得其他 RSP 选手学习的点，我应该吃了再说这句话，没事不耽误啊。他一打重要比赛啊，他身上有一股虎劲儿，我觉得东哥也能够一定程度上把这个气质带给他的两个弟。我觉得对于风仔来说啊，其实他这个总决赛的一些气势应该也是和东哥取过经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他还是很自信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他能够做得这么快，能有这样出色的选手在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快完成的情况下能够突出重围，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太难得了。还有一个呀 RSG真正的大哥玉总。玉总吗？我觉得小玉啊，其实小玉他在大赛方面也不错，而且尤其是今年吧，我感觉今年就是小玉的状态应该是比以往心态更好，因为压力没有给到我，压力给到了风仔。三江 RSG 这两个人其实在联赛尤其常规赛前中期他们是都在争我这级战神榜的，对吧？就一个第二一个第三嘛。对，你一个队伍里面有两个人全在榜上，就相当于他们俩加一起十几张记录。风仔就已经快接近十张了，前边他当时是七八张左右，然后小玉手里边握着三四张。就是印象更深刻的就是对于狼队在败局面到 RW 宁清那个99.96分，是的，哇，这个状态啊，不得不说，就哪怕说面对 RSG 这个二组，真的能延续到总决赛，还能达出这样的效果的话，我觉得二组必赢。等到一个事儿，什么？这个事儿是咱们从来在赛前预测或者总决赛赛前分析没有提过的一件事情，从来没提过。就是选图选。这一个赛季的 RSG 打破了我们这一种想法，他们是大多数时刻让对方选图。都是比较被动的，但如果你总决赛上一直是狼队选图的话，其实我觉得狼队的胜率是很大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选手有时候选图会不会有点不太理智？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解说，我们说这波理智或者不理智，这是我们的工作，对吧？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输赢跟咱们没关系。你说这话我跟你说啊，去进行分析的。虽然说我很想看到啊，就比如说当我们会有一些疑问说，哇，这个时候选出这样的一张赛道，那怎么去解决？那在一分钟甚至两分钟过后打我们的脸，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战术。对，其实我觉得还有总决赛一个不可规避的也需要去聊到的一点，solo。对，就一人一个硬赛，真的是风仔打宁清的话，觉得这两个选手怎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每次比赛说对于这种实际的选手压力是很大的，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从我们刚才分析的几轮比赛来说啊，宁清当时面对到的局面很有可能失落。落后的狼队应该会选择靠谱。怎么，小明？其实我在思考什么？我觉得狼队已经给过我答案了。哪场比赛？就我不觉得胜局跟总决赛有什么区别。对，是吧？如果说和胜局是一样的话，那我觉得自己这一种也相当于是对于自己solo选手的一种信任，对吧？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道具赛，在总决赛上，双方如果对位的话，我觉得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狼队这边的话呢，我依然是那一个老虎。对，好多次在这个赛前预测的时候说
数矛盾 ，X 因素绝对 X。每一年其实不一样，哎，这个赛季其实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个赛季他像我们这样也做那个分析，然后他说，团队里面做了一个变化，是现在让研究更好的去把整体抓住，然后把整体的这个话语权。他之前本来抓地就是为人诟病就不稳，然后不稳现在还要多动脑，对，然后多动脑同时还要多说话，对，然后多说话的时候还要准确的传达信息和下判断，对喽，一个是密码，嗯，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可怕的一点，就毒奶这一块啊，我以后再也不犯毒了。2020年的秋季赛，我记得那个结尾词，举世无双 ，QG 四冠王。自那以后就进不去总决赛了，所以说嘛，真毒奶还得看你，这个真鲜奶还得看我。该死的求生欲啊！这个咱们做解说啊，对吧？要的是什么？直接啊，不跟观众说什么花里胡哨的，拉倒。哎，咱们可以3-0吗？如果说这段可以播出去的话，我觉得3-0是有可能的。这个你们老是说3-1，3-1，那我就坚定一点，3-0，把保护打在寒冬上。脸上这个高压锅我来开，这个锅我来背，来吧，你直接开吧，不预测胜负啊，嗯，总决赛让23，信不信？不信，真不信，真我说了就3-0，3-0，我说的输了。哎，绿 flag 来来来，输了不算我，这3-0，你不是帮我把我往悬崖上推吗？你自己说的。哎，刚才是人信誓旦旦指着这个摄像头，可以3-0吗？可以说3-0吗？哎、现在就是东哥自己走到悬崖边上，然后说你这么推我吗？要不问问观众朋友们，就是总决赛的第二天，总决赛第二天发一个微博，然后截止第三天中午12点，选点赞最高的。那接下来。杨老师，轮到我肯定会去三比二，我相信自己。谁三谁啊？不是不预测胜负吗？预测胜负啊！你刚也没说呀。这么互相推脱吗？嗯，当的，直接一点啊！通哥是这个2SP3-0啊，杨老师，狼队3-2，你架住了。嗯，我之前好像已经提交了，我看一眼。记性这么差吗？2SP3-2狼队。对，大家记一下。有你呢？你呢？开始主持了。看兄弟们这个样子，这战斗地就已经到头了呗。到了，到顶了啊！行，那我们本期《车神节记》最幸福的一期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太幸福了！好，那我们一起预祝我们12月10日秋决能够圆满举办，也希望所有的选手加油，我们也要加油，好不好？来，碰一个，加油！加油！